您来了。嗯，请坐。上峰的命令下来了。有具体的目标吗？有。第一个就是李兆麟。李兆麟？这么大的人物？嗯，这是你们滨江站第一个真正的目标。共产党虽然已经被我们挤出去了，但是这个李兆麟还是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身份留下来了，在政治上不断的给我们制造麻烦，这种人不能留，一定要杀一儆百。你是一个干湿活的高手，我已经在上峰面前拍了胸口，保证不露一丝马脚，也保证不让共党在北满地区的大人物李兆麟再多活上一个月。只有一个月。好。明天下午，他会去这儿，水道街九号。都给我看清楚了。这个人叫李兆麟，是共产党在哈尔滨最大的头目。明天你们行动的目标就是他。我们的行动方案是：第一小组埋伏在这儿。说说你第二套方案吧。这个第二套方案就更简单了。老毛的司令部不是有个维持治安的中国班吗？嗯。哎，小姚。老姚，你怎么了？李兆麟同志被暗杀了。徐光。哎，老姚。陈文举回来了，好事儿啊！他回绸缎庄了。这老狐狸谨慎得很，自己躲在后边，让姘头联系的唐烨。哎，我说老姚，那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女人摸清陈文举的行踪。哎，我想这样就可以更好的配合唐烨。赶紧去吧。小唐，掌柜的，来了份驿电。发电报发了吗？发了。上一次保险，再发一次。哎。快点开门！谁啊？你好，我是程掌柜的朋友，我白天来过的。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找程掌柜有急事儿，麻烦你开一下门，好吧？那可是这程掌柜都休息了，求你了，帮帮忙，好吧？行行行，那你等着，我给你问一下啊。嗯，那你快点啊！啊！谁呀？掌柜的。什么事儿？
您开一下门。什么事儿？您快下去看看吧，有个女的要见您。哪个女的？我也不知道。她说她白天来过，找过唐燕。她不是已经走了吗？没有啊，现在人就在门口呢。她说她有急事，不见着您她不走啊。走走走走。没事找你，快点开门。还有人吗？没了，没了，赶紧的，回。你们都顶着，我们是绥靖司令部中国办的，中国办，知道吗？知道知道。哦哦哦哦，听说过听说过，哥哥都是这个。哎，这个叫什么名字？我姓王，王大发。胡说，你叫陈文举。啊，是，在下陈文举。是。哎，长官英明。您抽烟，抽着烟啊！我问你，有个李昭林死了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李姓李，不知道。哎，我哈尔滨的朋友当中有姓李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不认识这个人。我们中国版一直在捉拿杀害他的凶手，我已经得到报告，他的死与你有关。哎，不不不不，长官，和我没关系啊！不是的，我是从南方跑到这里来做生意的，不杀人的。哎哎哎哎，别别别，不是我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坐坐。是谁？干啥的？我就是一个打杂的，什么都干。李昭林认识吗？不认识。这不认识？真不认识。这是干嘛的？酒。听说你们来了，我特地把最好的酒拿出来招待你们。你们尝尝。啊，不帅气。没事，你们就坐下喝酒吧。辛苦了啊！辛苦了，辛苦辛苦。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来来，坐坐坐坐。哎呦，我来，好说好说。尝尝，尝尝。哎，小唐，干得不错，脑子瓜子真灵啊！掌柜的，哎，我觉得你赶紧逃吧，别在这儿了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你在这儿，我盯着点啊。掌柜，哎，有什么事儿啊，到三里屯去找我。好，哎，掌柜的。哎呦，哦，姑子，拜托了啊！哎，大大，姑子，大死的 ，no no no。